新的一年大家都希望好运连连，今天艾米教大家画这款幸运黑桃心，带给大家好运气。先准备好工具吧，先用多尔氏的粉色角胶完成打底，再用小笔沾取多尔氏黑色彩绘胶，画出爱心图轮廓。再慢慢填充图案，找灯，继续用黑色彩绘胶画出其他不完整爱心图案。照灯，为图案填充颜色，照灯，设上方层，找灯，粘上克罗心图案贴纸，用镊子压实，点上光疗胶，粘上金属圆珠修饰假面。找灯，最后刷上封层照干就完成啦。今天的爱心款式希望带给大家好运气，喜欢就收藏起来，有空记得练习并分享作业到评论区哦，商品链接在最底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